的确来分享一下我上大师最后使用的龙犬的踏图，然后起手还是很不错的，先拿个光龙，拿个灰白出来，考虑到对面手上可能有陨石，就做了个混沌双翼出来，然后之后我们把深渊兽拿上手。 再把红龙拿上手，多捆一些资源，捆一些狗牌，之后就是龙泉的展开，就很正常的展开。看得下绿证，能让我们逃出什么比较好？ 到这里，我们会把凤眼魔龙分做出来，看能拿到什么比较好的卡牌。好，拿到铜锹石，这里能利用龙骑兵的效果，把铜锹石刀换到场上，之后再继续铜拳的展开。 好，令武出来之后。 再把混元魔龙召唤到场上，龙飘绳有新的魔龙。好，展开完成了，左上的坑还蛮不错做的，再把一根更叶兽拉上手。这边玩的是差地力，那他没戏了。好，送断一手。 到这里是扛不下去了，他也没什么卡能展开了。